我回来了。终于给安全到家。你什么时候玩完呀？还有最后一个 boss， 运气好的话5分钟，运气不好呢7分钟。那晚饭呢？你打电话叫外卖。老公，我中午就吃的外卖，能不能不要叫外卖啊？回家能不能有口热饭吃啊？哎呀，别打了，我给你做饭呢。你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哎呀，别打了！不管了。我这老母干嘛干嘛干嘛？吵架吵架吵架！我不吵架。不是你有能力你就自己做饭，你要没能力你就打电话叫外卖，对不对？你要嫌累的话，你把电话给我，我来打电话，你点好不好？我们吃什么？新疆菜好不好？老公，你下班比我早一个小时，你就不能顺便去买点菜，然后做个汤做个菜什么的呀？不是，我也想买，可我没能力啊，客观条件不允许，我不会做呀。你不会学吗？哎，也不知道谁那时候给我打电话，哭着说：“哎呀，老婆，我爱你啊，以后我伺候你，我给你做饭。”是谁说的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我哪知道谁说的？那当时又是谁说的？谁说结婚以后，哎，让我打游戏，然后自己给去做饭、洗衣服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谁啊？你。你别乱叫，一吵不过就叫，你天天叫。咬舌头，没事吧？我看看。没事，真是的。哎，昨天晚上谁给你洗的丝袜？我，你老公我，英文名字君鹏利。那还洗破了呢。洗破也是我洗的。老公，又来这套，又来这套，一吵架就来这套，装什么女神跟我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套？怎么办呀？哎，顺节是小，饿死是大，怎么办？我妈，艾玛，没吃呢，谢谢妈。吃饭。啊！我妈的。那个，你开门带我去趟2018年看看呗。那时候没准我都是地产大亨了呢。你是个哼哼还差不多，电脑上查吧。名人老板在这摆的白客，手机给我。拿你手机给我爸打个电话，99年打给99年应该可以的。想法，你搬走吧。搬走吧，租成什么样了？咱俩是两个时空的，这不用说了。你不能跟过去的你见面，也不能跟过去保持通讯，否则就会颤抖，这不能再抖了。所以说啊，你搬走了，也许这就恢复原样了。你怎么不搬走呢？不是，那我是女生，你不得让着我呀？我先来的，我比你早20年就住这儿了。我实在是没钱租房子了。不是，我搬走了，房东也会找一个人住进来。你万一是变态呢？我不变态。